这都漫画人物，漫画的动物啊，哦，漫画人物动物彩绘那么多，哦，一大片画了几十种，哦，关庙新光里啊，哦，你看，那山村哦，围墙很多，刚好可以画很多彩绘，是当地那个大智慧智面厂哦，老板可能研究六祖坛经的，嗯，很好心的话，二三十万请画家。 画那么多彩绘，这里人了解、了解也很多，星光在天府附近也很多哦，所以走一两个小时都拍不完哦。